结婚，好算计爷爷留给自己的财产。难道你还惦记着那个小警察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和那小警察偷偷来往。宋小白，我告诉你，你和一个小警察在一起有什么出息？就算他的大哥是杨华又如何？那是他大哥，与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，他是配不上咱们家的。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。小白，人家霍家少爷哪一点不比那小警察好？而且与咱们家又是门当户对的。你闭嘴，都是你挑拨离间。宋父忽然过来打了他一巴掌。你这是要上天吗？什么态度？连你阿姨都这样对待你，是不是也要这样对我？是又如何？你配当一个父亲吗？我看你是愈发的嚣张了。来人，从现在开始不准小姐出门。婶婶，这几天怎么没有小白的消息？自从上次聚会以后，给他发微信也不回。三哥，你明明关心人家就直说嘛，死鸭子嘴硬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打听一下。好啊，你敢取笑你三哥了。看着手机杨水水也觉得奇怪，小白这几天好像真的消失了一样。小白的电话竟然关机。三哥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去小白家里看看。有消息立马告诉我。此时的宋小白被关在房间里面，完全不知道杨水水已经来找过他了，他正在郁闷呢。正在这时候，宋小白听见有人敲打窗子。小白，怎么打你电话也没人接啊？水水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，你刚才也太酷了吧，你是从下面爬上来的。废话，你们家都被保镖看守了，我不爬上来怎么上来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？我爸爸要给我相亲，我不愿意，就将我给关起来了，还断绝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你知道的，我心里只有你三哥，我怎么会喜欢其他人呢？水水，你快带我出去吧，我已经被关了好几天了。带你出去那是没问题，可是你这样不是办法啊，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回来吧？这件事情还得解决才行。怎么解决啊？杨水水眼珠子一转，心里就已经有主意了。要不你先答应下来，看看那霍南城是个什么货色，你可以从他那里下手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都听你的。你就是来和我相亲的宋小白，对于这才相亲你怎么看？我不喜欢你，对你也没意思，只是走个过场而已，你不用在意。听闻你之前是个胆小懦弱又卑微的人，但是我今天发现你和传闻中的不一样啊。我管你一不一样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，你就不要觊觎我了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，我对你没意思。既然你这么不想嫁给我，那么我还非要娶你，我回去会跟家长们说我对你很满意。你这人怎么能这样？反正我娶谁都是一样的，我又没有喜欢的人，所以我娶你啊。你做梦。宋小白抬起手就想给他一巴掌，但是霍南城可不是吃素的，一把就抓住了宋小白的手。第一次见面就想要打我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打过呢，看我今天不替你父母教训你一顿。霍南城的话还没说完，杨水水就冲过来。放开小白，你动一下他试试看。你又是谁，竟然敢打小爷？我警告你，别对小白动手动脚的，否则我打残你。明明是你对我动手动脚，我警告你，你敢踹小爷，你死定了。你再逼逼的话，信不信我一脚将你踹到外面？霍南城捂着自己的肚子，气急败坏地说。算你狠，给小爷等着。狠话放完就溜之大吉了。这下我应该是彻底得罪了他，他应该不会娶我了吧。果然不出他料，等小白回到家中，父亲脸色阴沉，继母一脸得意。你胆子真是大了，你今天和霍家少爷见面，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，你竟然还殴打人家霍家少爷。老公别生气了，小白还小不懂事。什么还小，他已经18岁了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竟然如此蛮横无理，第一次见面就打人家。现在好了，你要我怎么跟霍家那边交代？你简直是丢了我的脸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孽种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这得问你自己啊。小白，你就少说几句吧，你父亲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打了霍家少爷，这原本就是你的错，你父亲这边当真不知道怎么跟霍家人交代。闭嘴，你不过是个小三，这里轮得到你来说话吗？宋小白目光凌厉地瞪了继母一眼，继母被他眼神吓到了。这死丫头当真是变了一个人，不像以前那么好拿捏了。你立马去给霍家少爷道歉，好好跟人家说说，否则看我不好好收拾你。你要怎么收拾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你这副样子是不是要吃人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对豺狼夫妻打的什么主意，你们不疼小白，我来疼。奶奶。小白知道霍南城被揍了，肯定是不服气的，这边他交代不了，于是他只能去把奶奶给请来了。妈，您这话说的好像我们不疼小白似的，这霍家少爷可是一表人才，还是留学归来的，人真的是不错，要是我有女儿啊，我肯定也嫁过去。你给我闭嘴，小白的婚事我来做主，只要是他喜欢的人都成，你们就不好强加干预了。
说完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。你既然和他已经在一起了，那你们就管好自己那个小家，小白的事情以后莫要操心了。我还没死，从现在开始我就和小白住在一起。宋父见状也不敢多说什么，本来想借着和霍家的婚事让宋家和霍家强强联手的，没想到却将老太太给招惹过来了，以后想要拿捏宋小白看来不是那么容易了。秦氏集团秦毅刚开完了一个会议出来，就看见对面站着的少女正等着他，但秦毅并没有在心里引起任何的涟漪。霍仙儿见秦毅无视了他，有几分恼怒。秦毅，我那么喜欢你，你是表情是什么意思？